Hello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晚上好。今天咱们喝这个，朋友今天啊送了一箱这个，开始我还吓一跳，我还说我也不抽烟，给我送什么烟呢？结果打开一看是酒，我尝一尝，说让我尝一尝，那我就尝一尝。今天啊是周五，肯定有很多朋友蠢蠢欲动的准备出去喝酒了，因为明天不用上班呀。今天晚上可以喝点儿，呵，这杯真不小。这酒是38度，不知道能不能点着。咱们今天有喝白酒的标配，大花生米、大黄瓜，试试啊，得多点会儿试试。嗯，它着了。哎呀！哎，敬大家啊，为正在喝酒的朋友助助兴，为马上要去喝酒的朋友给你们壮壮胆儿，走一个。这杯属实有点大，有很多人喜欢喝酒，但是喝不了，因为得上班，他就选择今天喝酒。再来一个，包装挺大气的，看样子就好喝。这杯看着挺小的，原来这么大。明天早上得跑步，今天少喝点，喝三个得了，说不定一会儿酒瘾上来了，不够再喝一个，也没准再喝俩，也不知道。吃口肉，喝口酒。这还点一下吗？不知道点到点不着，歇着点。哎，着了。Hello， 亲爱的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我又来啦。上次喝的酒挺好喝，今天再喝点儿。哎，看见火苗。今天晚上吃炸酱面，我喜欢在家吃。因为在家吃比较自然，来走一个。在家吃面呢，在家不管是吃啥都比较自然，因为我咋吃都行，我可以这样吃，我还可以这样吃，这样吃的更香。看这个碗，我小的时候总见，现在少了。我第一次喝酒用这个喝的，喝一个，我就不点了，太费时间了。这一个还剩点，好喝。我就是比较喜欢吃面，这个碗我差不多可以吃三碗。大蒜，咋碰？来，干一个。啊，好酒。我在家吃咋待都行，我还可以这样待着，上来。这样来着吃，喝一个。我不愿意出去喝酒去，出去喝酒还得等着他们。我喝酒不是快吗？